因逢无圣诞，特降临此世，敬拜之心诚，鲜花是果现，戒杀生灵命，减轻冤孽缠，敬拜一点心，心诚则灵验，更可减轻罪，又可省开支，不浪费铺张，记下无经篇，广传众生知，并劝众生行，天降真天道，救善男信女，有缘悦此训，寻找有道者，引渡求天道，非缘不可得，有缘拜天然，方可脱轮回，结束贫降临，幻坏佛菩萨，愚知众生名，不知法道求，迷昧求名利，困住自主宰，忙得性黑暗，不知修行理，天道赶快求，天堂有路走，地狱无门闯，害得地狱乱，无奈再扩建十八层地狱，另分无数的大小地狱力，地狱鬼魂们急着想求道，可怜无肉体，天道更难求，嗤笑凡人间，不知其人生，误错此良辰，快快将训宣，遵照无指示，暗中自有助。